给了我个火箭。哇，我们试试这个火箭好不好？哇，哎，就射他而已啊。哦，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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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就看你准不准，他已经死了，哥哥。还用看他准不准？你能不能换一个再用火箭？哎，好吧，那以旧换新，好吧。哎，啊，他看着我要丢他，他瞬间觉悟了。他醒了。呀，醒了是吧？啊，醒我让你醒，装死啊！哎呀，他又晕过去了，哥哥。没事，再炸醒呗。耶，嘿嘿嘿，怎么样啊？呜呜呜呜哈哈！醒醒，大哥，醒啊！他都晕了，醒醒，你看他小舌头都吐出来了，醒不了了。嗯，咱们再换一个哈。好的，换一个类别。嗯，哎，这什么玩意？什么魔法？哇哦！现在嗨！等会儿。黑洞，哇！我怎么这么喜欢玩黑洞呢？你，你再弄一个黑洞出来。哦，它从这出来了是不？嗯。哎，没有意思。来看看，哎，这青蛙是啥？下青蛙呀！下青蛙？为什么砸到地上就变绿了一坨呢？你们旅行的青蛙都是这么玩的哈？你不可以这样说宝宝的小青蛙。每天从天而降。怪不得它好多天。一百只青蛙只有一只才能回来。哎呦哎呦 ，no！ 我要被青蛙砸死了！哎呀，不要再砸我的青蛙了！换人，换人！哇、呀，石花吗？这是？左下角是什么，哥哥？我先用个食人花试试看。哇哦！大哥，你是食人的，应该不吃人偶吧？哎，往那边靠一靠，是不是？可能还是会被咬一口。哎呦！直接给嚼了！哇！哎，来再来一个吧，不是食人花大哥，他吃饱了，睡觉了。喂喂喂，哎呦，还能吐出来哦！呵呵，他又醒了，他可能不食人，咬进去，在睡觉的时候就吞了，然后再点点他又吐出来，对，就吃进去吐出来，吃进去，大哥吐，哎呀，又活了一个，来啊、哦，我这回先喂你一只手怎么样啊？来给你吃，哎，大哥大哥，手啊，人家不吃手，对不对？那、好，我们再换一个物种哈。左下角，哥哥，这是什么玩意呢？对啊，大哥，你先醒醒，有新东西了。哎，喂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威胁他，威胁他。那、好的。美杜莎。哇哦！我天，但是他不看他，他不会变成石头。他看他了。他看了啊？怎么就看了呢？对呀、他都变石头了，是不是可以砸碎啊？哦，碎了。啊我的天哪！再来一个，肯定一下来就会看一眼，对呀，瞬间变石头。来吧，怎么还不来新的呢？啊，大哥，没了，我的美杜莎都不叫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没了。嘿，来了、来了，哦，不是，瞬间，瞬间石化呀！哎呦，还抖了，我要拉他的手上啊！不用拉，还没来得及拉呢，直接撞烂了都。美杜莎太厉害了，这啥玩意？阿拉丁神灯啊！阿拉丁神灯。哎呦！啊、真的是个灯，擦一擦，擦一擦，哥哥，来个人呐，擦一擦，你自己擦了。啊啊！出现了！哇，这啊，是让他选一个卷轴吗？他要选哪个呢？让我先啊 ，will will will， 这个死亡、啊，怎么办？他可能会被锤死。不是，锤死了啊！还是这么玩了吗？笑了，没事，我们再来一次哈，大哥，醒不了了，我丢进垃圾桶，再来一个，好不好？不是这个怎么也是死的呢？醒醒，啊，醒了，哎，摩擦摩擦，大哥，我好像自个儿摩擦不了了，出来了，哇哦，哇，有一个是钱在左上角，我等会儿啊，钱，完了去哪了？好，我看着呢，看准，看不准了，我就选这个吧。惨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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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疼，大哥！被砸烂了都。哎哎，还能还能再来是吧？再来，看清楚了啊！哦，好，就是这个，我好。下面这个吗？下面这个，哥哥。看错了，兄弟了。就是想他被砸，真是的。没事，我们还有一次机会，你知道吗？好的，我帮你看。我也看见了。哎，我这个。果然是。没错。牛皮不牛皮，我就想问一下啊，是不是得到了很多钱？当然。那我们一直对是不是可以刷金币？对呀。哥哥右下角有一个汤，没想到眼神好还能赚钱。那个汤是个啥啊？对哈、来试试。把它扔进去，一口过。哎呦哈！哦，
把我都给冲走了，知道吗？哎，是要把它丢进去吗？啊，走你！煮一煮，然后吃。变成了一只旅行的青蛙。青蛙啊，旅行的青蛙。哥哥，如果再来一次，去吧，出去旅行吧，便当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嘿。便当的。走你，是不是还缺个灯啊，大哥？这个宅青蛙，他缺一个幸运符，不出门。还幸运符？我真是，来收进去。哥哥，再来一次，会不会变成个别的？我试试看哈。嗯，三二一。哇！直接 KO 了，哇！我突破出来了啊！小娃娃呢？这小娃娃，再来一次，呀！哇！啊，小娃娃出来了，又变成了一个呱呱，我甩甩，杀成了一条鱼。我再看看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哈。好的，哥哥。哎，你莫愁，脏笔。哎，我试试看。好的。嗯，有反应吗？两只，哇，他吓得直的呕的啊！好多呀，哥哥。对呀，枪的。哎，不是，僵尸就在这打架呀，啊，大哥。一只都打不过啊，这么多，还都跳进去了，我的天哪！哇，接二连三呢，碎了。对呀。你要不要那把枪，哥哥？不要了哈，我觉得都没有我这些道具好。哎，再来个毒蘑菇，大哥醒醒，吃蘑菇了。哎，喂，醒醒啊！蘑菇呢，哥哥？啊，上下甩了一甩，啊，醒了。哦，有一个蘑菇了。怎么的？想自个儿吃啊？哦，可能中毒了，消失了。啊，这样才是为他吃。多吃几个。没错，我也觉得了啊。他身上会不会长一个蘑菇出来啊？哎，喂他没用啊。啊。哦，他晕了。对呀。哎。打你一下。再吃啊，大哥，蘑菇多的是，好不好？哇，一直吃。不是，头怎么吃下去了呢？啊。头都要吃掉了。啊，可能吃出了颈椎病。啊，是被砸下去的呀！一直吃哈，他肚子变大了，哦，哥哥，你有没有发现呢？真的吗？啊，我也觉得变成米缸子似的哈。哎，哦，吃炸了！他吃炸了，太多了。嗯，来，我们再接着玩最后一个东西。好的。嗯，有没有厉害点的，哥哥？对呀，我换一种哈。嗯，有龙啊！这个，等会儿有机器人。有机器人！我天！哇，这下跟机器人打架！试试看啊！哇！大哥，打他，打他！我打不动。一会儿再他们毒死。你是不是可以控制机器人？哎，我试试看。哇！给他看一下，我的妈！大哥，你要干啥？我想问一下。哎呦！哇，你真的可以控制机器人？是的。哇！哈哈哈！然后呢？呀，这是激光吗？哎呦！哇，这么厉害！那这边呢？哎，哦，机枪，来。我们飞过去哈，他已经着火了，我哇，我的推进器还能烧他，机枪扫射，就是这个射击，呜呼，啊，怎么就 KO 了呢？啊，太容易了，赢了美军没闹是吧？我们先见拜。